我用家己哩一寸一个题目，甲咱三甲来分享上帝话。啊，咱知影应该是差不多年外前吼，咱个新闻用语啊，有一个讲阿拉伯之春啦，吼，阿拉伯之春，啊，咧讲啥物？咧讲阿拉伯个世界，啊，忽然间啊，几啊国拢安尼。有真侪人组织啊，伫啊内底争取，讲应该有诶公平，啊是讲人权，啊是女性诶迄个权利，啊是讲要较民主化，较毋是遐尼独裁诶政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互人充满愿望，讲诶，阿拉伯诶世界遮尼独裁，啊遮尼封闭，吼、哦、封闭吼。哦啊，这么无自由，诶，这个世界是毋是渐渐在改变？有影有渐渐在改变，哦，啊，毋过，敢若还阁无真够格，哦，啊，不过咱台湾，咱嘛，即几年来吼，啊，定定有呢，定定有大型的哦，群众的组织，吼、哦，啊，特别站安尼，搁较紧。搁较惊人诶吼，听讲二十几万安尼吼。有影伫台湾即几年来，咱会发现讲，诶、欸，因为侪侪无相像诶议题，啊，引起侪侪人啊，三甲大型诶群众伫遐来组织，又来讲要开发，哦，啊是讲要工业区，哦，一平的工作个内面就常常做甲气喘喘安尼吼，讲啊，迄都袂使开发嘞啊，不过咱都一直开发去安尼吼，啊是讲看到苗栗个大埔，哦，迄田都出水啊，哎，怪手怎呢，同款甲地去安尼吼，啊，三四间厝无几平尔吼，啊。敢若袂输，啊，小可安尼，甲做菜共款安尼，忽然间去甲搞搞掉安尼吼，啊，即款的行为会予人感觉讲，吼、哦，做代志安尼足粗鲁安尼吼，引起侪侪人安尼足袂当忍受，哦，啊是讲咱的核四、核能电厂，全世界核废料无人会当处理的。无一个国家会当处理，无科学家会当处理。啊，迄、那个所在若放落去的是，迄、那个土地大概几啊十万年、几啊百万年了后，共款无路用。啊，咱敢真正核能加俗较济，总是咱长期的土地袂当使用，迄、那个价值要安怎算？啊，人伫冒迄个危险性，若万一咧，若万一发生代志的时，迄、那个损失有偌大？我换呼吁啦吼，包括咱的民宿吼，老实讲，日时日日我拢唔爱开会。哦，咱敢袂当通过省电，通过其他的办法？来解决这款的问题，啊是一定咱都爱用这么大的冒险来咧做这个，啊，这拢引起足侪人哦无相像的意见，哎，引起侪侪人迄心内的不服，哦，到站，通讲是爆发到上界大啦吼，因为这有当时咱会想讲，啊，干那一个人过身尔吼，啊，母甲遮大。其实实在是累积的啦，吼，累积的迄个不平，哦。啊，当然对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，吼，一定定大型的运动，这是无应该有啦，本来就无应该有，嘛无应该会发生这个。不过，咱的台湾，咱是民主的国家，自由的国家，不过太会产生安尼，啊，这是较遗憾。较无好个所在，可能即嘛是爱伫即个中间，予咱个执政个人吼，真正爱好好伫遐来思考个问题。
全世界无人亲像一个民主的国家，亲像咱安尼陆陆续续这么大型的群众运动，啊，是安那会产生这个？哦，啊，这敢那亲像阿拉伯之春同款。那今早起要甲咱讲的，唔是要讲这加利利嘛咧？加利利之春啦，吼、哦。不过加利利之春甲这款的运动无相像。加利利之春是忽然间一个人出来。哦，带来整个的群众在对伊，真侪群众爱听伊底下来演讲。哦，啊，伊带来的甲过去有足侪的无相像。我咧讲加利利之春，还是讲阿拉伯之春？其实咱用伊个春是一种的风气，还是讲一种？啊！你敢若春天来了后，是会予人带来充满对将来足济的愿望啦。哦，台湾虽然是哦，那我讲安尼这么频繁的群众的运动，实在是无好。啊，不过一方面，有个人嘛咧讲讲，无好的中间冇讲好，就是开始咧唤起咱这群众对这公共政策的关心甲发声。哦，过去咱有阵时，咱会感觉讲，哎，拢甲我无关呢。哦，中南部的讲，哎，核市场甲阮离啊远啊，甲阮无关系啊。日本发生代志，甲台湾有关系无？大有关系哦。物件流去甲对，流去甲美国的加州，有偌大关系？足大关系。哦，唔是无关系。哦，所以这个代志其实嘛有，因为啊，毋过通过这个唤起咱三甲底下的关心的是，互咱对将来咱充满较大的愿望。咱期待通过安尼时，哦，敢若亲像春天一日吹来，哦，万米重新国画，重新发布个法院开会结识，啊嘛充满愿望，讲有机会通修行。哦，通过这个运动，咱嘛毋忙咱的施政，还是讲咱的政策、咱的司法，搁较健全、搁较好。啊，这是咱的期待。当加利利之春，耶稣出现，带来无相像的信息，带予人充满毋忙。咱的圣经《先知书》的内面讲，讲伫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。今仔日所读的先知以赛亚，伫迄个中间，伫过去忧伤的中间，当要得到喜乐。耶稣带来的，咱看有侪侪困苦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医治；有侪侪需要真正光明的指示，迄个正确的方向，得到永远活的道路，因有得到。耶稣将这款的信息带来伫加利利，对加利利开始。可能咱安尼在看的时，咱会去想着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是安那对家里的，是安那对家里的。哎、欸，犹太人毋是北平，讲因毋是犹太人，毋是犹迄个虔诚的犹太人，因甲伊划清界限，应该是南平才是性格啊血统无甲人混杂的犹太人。纯的犹太人，敢毋是？是安那对北平的加利利来？是安那耶稣的信息对加利利开始？啊，我有将这个地图吼，整面好不好？哦，来，来看这个加利利，哦，这地，吼。这地的所在，啊，加利利落来就是撒玛利亚，啊，这地才犹大，哦，犹大地区吼、哦，南王国的地，哦，啊，顶边就叙利亚、腓基，吼、哦，咱是安那照讲是这地犹大，吼、哦，因讲撒玛利亚过，因就无承认因是迄个犹太人啊啦，吼、哦，干那这地犹大，啊，耶路撒冷伫底，伫遮。哦，这个下面的所在，哎，啊，圣殿嘛伫遐，
啊，是安尼，耶稣的这个加利利的这个特别的新的信息，予人有盼望、充满期待的信息，是安那奈无伫咱犹太，是安那奈伫加利利。真有意思，上帝毋是随便啦吼。哎、卖用这个地图一直留着吼、哦。咱这个地图好好看吼。是安那奈无对犹太，耶路撒冷遐有圣殿，还有虔诚敬虔，还是讲圣洁纯的犹太人。总是福音无对遐开始。哎、欸，某人捌安尼甲我问呢，牧师啊，啊耶稣奈无出世，太无对中国出世。中国人口遐济啊，十几亿啊，毋知会紧啊。我讲吼、哦，那伫中国吼、哦，就来死去。因为中国吼、哦，非常的保守，佮非常独尊。儒家到今嘛，也无法度改变，也无法度真好地接受新的哦。咱认定怎么样，就一直认定怎么样。虽然知影唔对，啊嘛是我嘛是安尼。啊，这是咱过去的习性哦。咱咧拜祖先哦。咱咧拜，咱咧讲三魂七魄，我著讲一句上个，啊，咱拢无想迄个矛盾的所在。一个人一条灵魂出世，死是安那变三条。啊，毋过咱足侪人嘛安尼相信啊，嘛袂改变啊。啊，即款的耶稣带来的新信息，伫咱即款的社会内面，敢会改变？早著死去啊！加利利无相像哦，加利利我跟恁介绍吼，哎，整面的好不好？哎，加利利这块地，咱知影下面撒玛利亚外邦人，哦，犹太人无甲伊往来的，边啊这边嘛外邦，北边嘛外邦，啊，除了一边海边啊安尼尔，哦，地中海，啊，这要跟恁讲什么？家己哩接触到无相像个文化、无相像个种族个人，包括语言。耶稣伫家己哩，包括伫犹太地讲啥物话，毋是讲希伯来话呢？讲啥物话？讲阿兰话。阿兰话是当时即个巴勒斯坦共通个语言。哦，所以耶稣现在伫家己哩。因为迄个所在文化的冲击，无相像的新的事、新的物件、新的文化，常常在伫迄个所在在出入。加利利上的加利利人常常会接触到这個、南犹太吼，连撒玛利亚甲伊隔绝，拢甲我无关系。恁这拢是无清气的人，外邦人。无甲你交叉，无甲你生做阵生活，无甲你握手，无甲你做阵食饭。哦，家己哩无相像哦，因为足济外国人伫遐来，过来家己哩，咱看，哦，这个所在吼，其实有一条公路，哦，公路对这个沿海遮一直落来，通落来到非洲。北非的迄个埃及，然后咱知影东边对巴比伦，哇，是嘞，煞无位啊！对巴比伦吼，小可较北边遐有一条公路入来到加利利，到加利利会当沿约旦河吼，迄、那个两个海的中间，迄就是约旦河，沿约旦河的东岸、西岸，哦。拢有公路落来，佫一条对中央落来。啊，咱有阵时，咱会想讲，啊，耶稣，哦，的老母玛利亚佮约瑟住底，住伫迄个拿撒勒。啊，拿撒勒伫底，拿撒勒伫咱迄个顶悬迄个海，加利利海，倒边较偏下面一丝仔呀。
啊，咱知影迄个所在是啥物？两条公路，一个海边啊，一个内陆的公路，分叉的路来到遐做接触点。哦，谢谢。来，我这个所在就是拿沙克。哦，啊，咱知影这个所在，遮有一条大公路对大马社落来。哦。啊，这边有一条公路是滨海的公路落来，啊，对拿沙勒结合，啊，对拿沙勒落来，这条公路搁落来，趟这边遮一条公路落来，对约旦河的西岸，约旦河的东岸嘛一条公路落来，对遮过搁趟过东边阿拉伯这个世界遮，然后这条搁趟对西边花园海落，安尼。耶稣出世的所在是一个交通的要冲，哦，欧亚非三洲，欧洲、亚洲、非洲北平，出出入入常常通过加利利，拿撒勒变作迄个交通的要冲。耶稣出世伫遐，咱有阵时咱想袂到，总是上帝安排，虽然。是犹太，应该是出世伫这个伯利恒的所在，总是上帝予伊住伫遐，啊，予这个所在徛起的人接触到这个文化，啊，有一个大家拢会通的语言阿兰语，连外邦，咱拄则读过圣经，毋知咱有印象无？有底加波利，有顶悬的，哦。撒瑪利亞，啊，也有頂冠的敘利亞的人下來，都在聽耶穌的講道。上帝的安排是奇妙，耶穌無住在猶太地，耶穌無出世在中國，耶穌無出世在印度，哦，印度宗姓制度到今天也無打破，哦。那耶稣出世留落伫迄个第一世纪的一挂历史资料留落来，有写一本册叫做《犹太古史》，哦，啊，将真济即个珍贵的即个资料留落来。伊讲啥物？加利利的所在是足较肥、佮有水分的所在，所以生产较好。啊，加利利差不多有204个庄稼，每一个庄稼平均起来差不多有15000人。安尼意思是，这个细细的加利利吼，就差不多有300万的人口。伫第一世纪，迄是足济足济的人呢。咱知影即摆整个以色列国的人口才偌济，差不多500万尔。哦，拄啊建国的时候连300万都也无。哦，所以伫耶稣的时代。2000年前就有300万的人口伫这样细一个所在，安尼要甲咱讲啥物？耶稣要接触到人，要对人讲话，还是讲要聚集予的范围内面，就有足侪人聚集的机会是真济。耶稣若对犹太，我转一寡旷野无啥人，哦。所以上帝是安排奇妙的安排，予即款的信息对家里的大圣底下来出现。咱耶稣出世伫即个所在，当然毋是出世伫遐，毋过生活伫迄个所在，嘛对迄个所在来伫遐来开始伊的工作。当咱今仔去所读，耶稣清楚伊家己本身的使命，耶稣嘛知影伊应该。怎样伫遐来做？伊个目标，伊个人生，哦，咱今仔日足济，特别囡仔、少年人吼，真济问落吼，咱个客服班国中个囡仔吼，啊，你将来你有拍算要创啥物无？我嘛毋知，无一个知啦，真正无一个知。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也知。拢毋知吼，
这不是只有这些孩子不知道，很多大学生也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死到才说，耶稣不是那个每项都不知道，他是每项都知道的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本身的身份，知道自己本身的使命，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，他的活命的目标。所以耶稣说，当他出来受上帝呼召，完全的顺服上帝，说到旷野受魔鬼的试，他就去旷野受魔鬼的试，四十二日无食呢。我是上帝的囝呢，我敢袂当随心所欲？耶稣会当呢？总是伊无呢。要变石头变做饼，足简单，对耶稣来讲足简单呢。我嘛唔免去旷野，予人活到四十日，佫也无食，佫予人甲你假呢吼。你敢你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对圣殿顶悬跳落啊？你绝对无代志啊！迄若咱哦，跳落就跳落是啥？嘛无啥，我都本来就无代志个啊。你爱看无，我就变一套予你看，敢毋是？总是耶稣无呢，完全顺服。伊顺服要做啥物？因为伊要传达上帝国个福音。上帝国个福音，伊伫遐来将即款好消息予人伫遐来领受。伊毋若伫遐来领受，咱看伊召集学生，咱知第四章召集学生煞，伊就进入伫迄个安息日个时伫会堂。圣经讲啥物？伫会堂教死人。咱煞来要读马太福音书第五章，这就是耶稣足要紧个教死。马太特别甲伊组织收集做阵，耶稣伊个生涯，伊个人生个内面，要将上帝国个福音带予人，嘛要将即款个真理好好啊伫遐来讲，佮予人知影伫即个地面上应该安怎行事为人，伫即个地面上我应该安怎来做人，安怎来生活，这是耶稣真要紧。迄个人生的目标，也是讲，伊对上帝遐所领受的迄个使命，予人重新恢复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伊嘛毋是干呐做遮个，咱有迄款的信徒嘛会讲，世间的代志咱拢免管，咱干呐管上帝的代志就好啊。真侪基督徒嘛安尼承认呢，嘛照安尼咧生活呢。耶稣是毋是照安尼生活？毋是个。耶稣看到破病的人，耶稣安怎发怜悯，甲因医好？毋是医一个呢？讲逐种病症无受伤病症的人，耶稣医好伊。耶稣知影，伊来到伫这世间的时，咱看知影伊的人生的目标，知影啥物？传扬上帝国的福音，好好地来教示人，予人认捌上帝的真理，关心人的真正的需要，唔呐，干呐心灵的需要，包括肉体的需要。咱唔知有即款的认捌无？你知影你人生的目标伫底？你知影你应该安怎地来活？你知影你应该为着啥物来活？啊，是咱拢毋知影，一天过一天，准拄好。耶稣毋是安尼。伫二十世纪的开头，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宋尚泽博士。伊是迄个福建莆田的人嘛吼，阮丈人丈母的故乡，伫福建的所在。迄个所在，因讲历代以来就是迄个读书人诶世家啦，吼，
所以这个宋雄哲嘛，足认真读册，啊嘛足好读册，所以伊就去到伫美国。当时去美国读册人非常非常的少，足少足少，还有机会去，去到美国的俄亥俄州的大学，得到什么？得到化学的博士。哦，伫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大代志啊！哦，民国拄才建立无偌久，有人去美国读册，啊，读到化学的博士，哦，所以得到博士了后的是机会真好，有三个机会，头一个就是伊好好要甲留，哦，这难得中国人来遮读册，啊，读甲遮优秀。留起来做老师，啊、来签名一下，签约一下。第二个有一间出名的公司，哦，这化学专家，来，我搁提供一笔，迄、那个生活费，包括奖学金，予你去德国继续去读了来我的公司上班，高薪。第三个。北京大学讲，哦，这中国第一个留洋的博士，来，倒转来北京大学教书教科学。这个宋崇祯吼，这条件拢足优厚吼，拢足吸引人。啊，不过伊逐摆毕业起来要签约的时吼，伊的手就开始发抖。伊就听一句话，上帝声甲伊讲，讲袂使签，哦，袂使签，因为吼，你是恁老爸甲你献身的，你嘛家己献身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爱替我去传道、传福音。哦，啊，不过吼，这正好赚的钱吼，足无彩呢，职位正好呢。哦，所以安尼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啊，不过拢签袂落去安尼吼。后来伊就想讲，啊，安尼无我先转来中国啦，先转来故乡一下，坐船伫太平洋，古早个差不多要坐两个月才会到吼。坐船伫船仔顶，嘛是同款，一直挣扎即款个问题。有一日，伊就呢将伊。毕业证书，将伊的迄个文凭，从咧做一摆体咧，对大海甲落去。哦，世间大概找无第二个啦吼。无、哦、去做教授，敢袂使留即个证件伫个？嘛会使啊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留即个证件伫个吼，大概传统音一年两年就开始溜去啊。所以下决心将这物件怎啊个对大海个沉落去，这个人真做二十世纪非常出名的报道家、分享家。伊是伫1927年坐船要倒转来中国个中间做即款个代志，慢慢来咱台湾几摆，伊个讲道非常个吸引人，啊，其实吼无讲足深个道理啦。伊个讲道是哪讲哪演吼，叫做讲演啦，哦，啊特别上个事件就是啊，摕一块白手巾啊，安尼赢安尼，哦，倒来啊，倒来呀、啊，唔通过风动，主爱耶稣，主爱耶稣讲啥物？欸，后面顶句我煞袂记吼。唔忙你倒来，哦，足侪人受感动呢。无信的人因为安尼信主，信主的人因为安尼感动、欢喜、热切敬拜上帝。人生的目标伫底，耶稣嘛会当伫这个世上做一个足有官兵的人。咱看某人杀耶稣讲：“啊，你来做我的王啦！”总是耶稣无。耶稣知影伊的目的是啥物，知影伊人生的目标是啥物，哦，所以伊就用即款的，伫遐来尽力来做。
当耶稣做做诶，即款诶使命，伫完成伊使命诶模式是啥物？拄则我有甲咱讲，其实伫马太四章诶二十三节，讲耶稣就教世人传天国诶福音，看到人诶需要，伊一一甲因医好。即则诶圣经节伫马太福音书第九章诶三十五节，记共款诶记述，咱等于会使好好搁伫遐来读。第九章的三十五节，同款，意思是耶稣是将降世当作是伊足要紧的，就是伊人生的内面，伊一上个重视的降世。那咱会当对耶稣的生涯的内面，咱来看到这款的事实。咱看四本福音书拢有记载的，耶稣用五个饼两尾鱼，和五千人食饱。咱咧看见啥物？其实咱伫马太福音书十四章，咱会读到，讲耶稣教世人，然后耶稣啥物？看到足侪人无相像的病症，耶稣就一一给因医好。然后耶稣哪讲道的中间嘛，哪咧医好人？然后到黄昏暗啊，耶稣也先教耶稣讲啥物？讲哎，日头就要暗啊，赶紧散散嘞，互这个人赶紧去买物件食。耶稣讲啥物？恁互伊食，恁互伊食。安尼咧，互咱看见啥物？耶稣关心啥物？哎，毋是我干那顾我讲道，剩诶拢无爱管。哦，哎，这世间俗世诶代志无管。哦，阮丈人丈母有一阵都是即款诶人咧，啊，足着心。啊，世事拢总一概无插的，哦。迄过年，牧师娘讲，啊，过年上凄惨。过年啊呐，要开布道会啊，所以全家爱禁食。吼、哦，人逐个咧过年吼、哦，咧食大餐吼、哦，啊，因是全家爱禁食，因为要布道会啊，所以无禁食袂使啊，哦，才会迫切啊。哦，这过年这世间的俗事，甲咱无关呢。哦，咱关心灵性的代志就好啊。哦，耶稣唔是安尼啦吼，耶稣讲道，看到破病的人，甲伊医好。到日暗的时，有遮济人不多要，咱互伊食。这个唔是干那耶稣爱安尼做，嘛是咱今仔日咱。信徒，咱应该爱跟随耶稣的样式。咱三甲甲耶稣基督来完成迄个上帝国的福音，伫这个地面上。咱的教会，咱嘛在提供无相像的这个学习的管道。哦，咱有无相像的团契。哦，这就是要帮助咱也来认识上帝的真理。咱的。福音的管道，咱会当通过无相像的人，伫对人底下来传达。我捌甲咱分享过，无偌久以前，我高中同学的太太，伫母亲节，今年的母亲节领洗礼。人伊领洗礼了后的时吼，下边一零一呢，人袂情伊，人伊就想一个讲，欸，我嘛爱将迄个福音吼。看到迄个敢若较可怜的，伫捡纸纸，我应该将福音传予伊，人就认定安尼。信主才偌久？哦，咱的福音咱嘛需要亲像安尼。欸，什么人可能是我的对象？我来予伊，我应该好好伫遐来学习，认识上帝的真道。迄、那个真理，予人得到永远的活命是甚物？我应该认捌伊。咱看耶稣用五个饼、两尾鱼，予五千人食饱。耶稣毋是到遐煞呢？耶稣毋是干呐？啊，食的人都腹肚枵，我予伊食。咱看佫煞落去。耶稣讲甚物？咱若去读约翰福音书第六章，咱就常常会读到。恁就去认识
迄、那个真正予人永远的活命的饼，真正活命的饼，毋是干呐找求。哎、欸，我食几块饼，腹肚得着饱。伊讲，迄你会骨腹肚枵，啊，食了你嘛同款会死。你着找求迄、那个予你的永远活的迄个活命的饼，啊，迄、那个饼对对来，对天顶来。耶稣咧讲啥物？咧传迄个福音。耶稣嘛咧教世人认捌即款个福音，啊，迄、那个对天顶降落个活命个饼对对吹，我就是迄个对天顶降落迄、那个活命个饼。所以咱会当伫第六约翰福音书第六章读到，啊，信我个人就有永远活，信我个人就有永远活，啊，我就是真正迄个活命个饼。你若伫遐来领受，你就得到永远个活命。耶稣咧传达上帝国福音，耶稣咧教示人认捌即款个福音，耶稣嘛咧关心人真正肉体需要。咱教会建立伫台湾，啊，咱其实嘛毋是干呐台湾，伫世界各国，福音传出去个时，拢带迄个关心人个需要，设立病院，关心孤儿。设立教育机构，帮咱济济需要的人。哦，咱的教会嘛做这个事工。哦，所以咱的客服班，咱是针对迄个弱势的家庭。哦，咱毋是迄个客服班讲啊，我有即款的资源，我来甲你收钱来趁钱的。哦，咱是边有算欢喜，咱的奖金一万，真可取啦吼。哦其实我咧讲吼，啊，咱来延长到国中的囡仔，啊，可能迄个负担会较重，是毋是？咱来对外来找求一寡资源，咱的中就讲啊，免啦，哦，咱即款的负担，咱应该负的，哦，咱应该有即款的责任，非常的正确，哦，耶稣就是安尼，上帝国的福音，予人得到永远活的活命的。我要报恁有哪样来认捌？咱的教会嘛咧教世人、教育人哦，咱包括咱的圣经大挑战，包括咱的哦圣人主日学，包括咱的团契，包括咱的读经班哦，这些拢要帮助咱底下来认捌哦。啊，咱所做一切服务的事工，关心人真正的需要，唔忙咱三甲。有份伫即款个工，亲像耶稣基督个样式，通予即款个福音，亲像春风吹伫世界个各角落，毋是干呐伫家里哩，毋忙伫台湾个各角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个上帝，阮正做你所听个子民，阮有福分领受着你拯救个福音。阮知阮是你所听的囝儿，求你帮助阮，予阮有一颗热切追求认捌你的心志，来了解，来认捌你的真道，阁欢喜将即款的福音来通过阮，通过阮所做来分予济济的人。求你使阮舒服伫阮的顶面，舒服伫阮所做一切的福音的事工，阮安尼祈祷。靠主耶稣的名。